我给你算一下，上上警察，我给你算一下，上警察。给我电话，你拿我电话干什么？你不要工作啊！你如果不配合工作，可以对你采取强制措施。行，你喝酒了，你给我电话再说。警官，第一次。我给你，好吧？你喝酒，同志，好吧？警官，第二次。给我电话，我让你给我电话。警官，第三次。你还想干什么？你明还想干什么？一个对你同志的。警官，第三次，入关人员躲避啊！三次警告完了以后，推财产快！拍！上车！来上车！我上车干什么？给我电话！上车给你做检测。上车干什么？来，我的眼，别动眼睛，来，别动眼睛，下楼，下楼，两个楼，下楼，走。113啊，达到最佳标准。